拍一下，妹妹，不会怎样啊？啊，哇，牙齿都很好，想看趁现在做一做。对呀，不会蛀牙。你看有没有医生说你的牙齿很好哦？嗯，我在旁边陪他，就在旁边陪他。好，把它养养个。妹妹，你看好。 根本没有怎样，涂一下，哇，蛀牙菌都走了哦。没有，这个是去人。不过，如果你觉得很酸，你就把牙这个养养的而已。不是，他说他怕他的嘴巴张开。这个哦，以后不用花大钱。因为都有空隙哈。对。哇，对，我们哥哥花大钱以后，我就发现他有空隙。啊，快一点啊，好勇敢啊！我要拍一些。 牙齿小小颗很好，对，你看有没有？啊，打开，大一点，好小啊！嘴巴打开哦，快一点，大一点哈。真的很酸的时候，你就闭一下再张开。啊，其实它很好啊。它为什么说有时候牙齿会酸？是因为要掉牙换牙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哈。妹妹，你看没有？没有蛀牙，先漱口一下，漱口。我们平常有很先漱口。 我们没漱口，先漱口。漱口，漱口，拿杯子漱漱，会吗？可以。他可以用来。自从知道要来涂氟之后，吃饭就紧张的半死。他没有涂过，他那次就是涂，他记得他有吐。反正就好了。因为他很紧张，就是用这种的。我不知道呢，因为决定了，这次先用这个。因为我们那个你弟的小孩怎么刚开始也是用这个。 之后的话就改。上次好像有什么口味的，我忘记了。好，现在的话这个来打开。草莓，草莓口味哦。嗯。哦，妹妹，草莓口味呢，好棒哦。没有。对，直接听见。这个直接上漆。上去。这样子蛀牙菌就不会来了哦。啊，打开。嗯。嘴巴要打开。你看，根本没怎样，对不对？那个小孩子先还卖给这是口香糖的味道。嗯，口香糖的味道哎。 泡泡糖的味道哦，它因为从小就听阿讲就很怕。口气这样还好吧？啊，打开。Hello，以前过来。要流口水。啊啊啊！打开。妹妹，那个一下就好了哈。阿姨把你的口水再吸走，你就不会滴口水出来了。打开。 大一点啊！嘴巴上那里哦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十、九、八，现在习惯这样子。七、啊，嘴巴有变，牙齿有变漂亮哦。好，我们先张大一点，让它更漂亮。 这样的话，下一次我可能就可以换其他的了。他只要这次哈，觉得不那么恐怖，他就不会那么害怕。不然上次第一次之后，他心里蛮害怕的。很漂亮。啊啊啊！你看没有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就是针对看病啊，赢了。奇怪，怎么会那小孩那么小就要治疗啊？要做报告啊？完了，真的、哦、啊，换牙也没有用，一定要把。那他刚完治疗之后。